这间店最想要传达出来的理念就是，希望让大家觉得健康可以是一种生活风格，健康可以是一种 lifestyle。透过比较原始，像森林、丛林的感觉，让大家觉得说，这些药品或者这些食品啊，其实原本的根本都是从植物里面去做一个相当一个程度的萃取，一个人文的一个过程，去转换成现在再加上那些商品。像你去健身房，如果你有去健身房的话，你可能会想要拍照打卡，让你朋友知道说我去健身了之类的。所以我们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们会希望说，就 you can be proud of your well-being， 因为你很健康，因为你生活得很好，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氛围全部营造了出来，让大家会觉得，我来这里，然后来照顾自己的健康，是一件很酷的事。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一个模式，而不是只是人跟产品去做一个交易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来接触消费者。像其实我很想要让消费者进来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个属于分子药局独特的一个服务性的体验。咖啡本身也是我们想要做一个服务体验的一个流程之一，也不是只有透过咖啡，之后还会有一些健康的花草茶，然后也会有健康的果汁、维他命之类的东西。我们希望能透过跟客人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提供给他一个可以帮助他身心灵去做一个放松，让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能够更真实，能被感受得到。